早上出门太着急了，没来得及弄头发，现在要赶紧去弄一下头发，然后还要去见客户。你看我们这个就比较方便，不管你在什么场合都可以用。你看瞬间头发它就抚平了毛躁，梳头发已经不用梳子了，头发毛躁自然卷的已经不用再去理发店了，拉直头发已经不需要直板夹了，传统梳子不需要了，直板夹不需要了，有线直发梳不需要了。那我需要什么呀？怎么不用这个？这个是新一代的无线直发梳，无线设计，随走随用，还不用夹不用烫，它是直发和卷发二合一的，还可以三档温度调节，根据不同的发质选择不同的档位，只需要每天拿出来梳一梳头发，头发像是护理过一样，不仅光泽还柔顺丝滑，还会释放千万级负离子，护发不伤发，不论是卷发直发还是高颅顶刘海都可以轻松造型，整个头发是又顺又滑又光又亮的，不用花大几百，自己就能在家做理发店同款直发卷发，真的是好用又方便了。